所以我今天有去赶场。这一晃悠悠好久没赶场了。老规矩，先来把面条切了了。哇，还是那个味儿。反正三两是我贴定了的。吃完了好热乎，这三两面一吃都踏实了。今天是恁个早都开始排头了吧？啊，恁个早都排头了。排头排得早，今天是五人的。别说通知还回去，南市嘛没有事。马上要下田了，南市的摊。要放的是四少嘛，那个垃圾桶嘛。你这有没融到？没融。差不多，可以。你往上穿起来有那个凉爽哈。好多钱算嘛？27块钱，2人的。好，为了通宅也买好了，买不来煎面回去煮凉面吃。哎呀，好久都没吃了。刚才幺姐打电话来说山上下雪了，我们又上去耍雪。那次雪下得有点大哟。哪个一天都在下雪？那是春雪。大得很，白呼起冻头了。春雪比那个冬雪的还大。刚好今天买的通宅还派上用场了。打开耍雪，耍都耍得安逸。哇，不得了！连那些松树高头，全部白搭一层。这车子穿到衣服了。呀，他们在哪块耍雪了？耶，不得了哦，不等我啊！那不要后戏吗？老谭来喽！穿的新筒子还有，不得了哦！来了来了。来喽。我们结婚了那雪还是有点厚哦。哪个把我气个的哇？下雪喽！站在那垫垫高头去噻，要站在那样。哦，那照不到那种。对的，哎，对的，对的，兄弟们。咦！今天趁那个天气哈，在下大雪，老谭来一段雪中的士高，开始音乐 ，Over here。爷爷，快点！我来帮忙，爷爷帮忙哈。爷爷都还没在，你瞧。哎呦，秒死！对对，都是我。爷爷，你放得好嘛！哈哈哈哈哈！你个少妇。别说他是神经病了，等下。等我给你拍个音乐。一起来，摇，手举个头顶，一起嗨！走嘛，快扯嘛，扯两个萝卜哈。今天师生出差，今天趁那个天气在那边打平和，安逸得很。要得。好狂啊！我的老天。弄点那个雪来烫火锅，气息安逸得很。骑到过一年也不冷，那个冷炕咋？雪天吃火锅也安逸。那个火锅料弄起好了，炒一下香些。那是老鸡买嫩鸡，反正也有大把年了。那老鸡煮的有久，差不多还久。我那个时候看见了，搞忘了。他那个煮起还没那个辣，是不？来，哪个想挨打的？来，你想挨打？煮好哪一个啊？那个灶还是安逸，你看随便推到哪里都可以。今天整的个大场合摆起。真的呢？对呀，给老板上起噻，上起噻，冷气气的嘛。哎，我来最热乎，那些气全部往我脸上跳。趁那个天气好烫火锅了。哎呀，来哟！哇，冷气吃吃喝吧。来一个，整整整。哎呀，耍雪那个手僵起不得了哈。是啊。还是先等着鸡巴巴再说，你这个东西。哎，我真的。可以。那个萝卜才好吃。为了庆祝那次落大雪，我们在那个堤坝烫火锅儿，走一个。大雪今天是
请你给讲那个你婚礼啊，你还行，哦，请吃那个大学，你辛苦了，你也辛苦快乐。我让我不得中午吃火锅呀。哎，我们还在找不到。你妈好有，让我们店嘛，你坐嘛，也得。哦。我也想买一个，一起的嘛。他那个算是云林的福利啊。在哪里买？买的时候一起喊他你爸你妈去拿，我在那边的了。买去都给你们拿上了。我不要，那个高头不要啊。